你的贵人在北方，所以呢，北方的食物就是要找黑色的食物。他们会拿马蹄去拜财神爷，因为他们会把财神爷那边的钱粘回家。你可以给我三斤吗？我们这边有过五关可以消灾解厄，这叫初步解厄。哦，真的假的啦？还有，还是一步，你看这样痛是不是？每周二晚上10点，三立都会台30频道，詹姆斯在爱玩客。